这条路怎么那么长？然后就有人会想要抢出头，你听得懂吗？小杰安安抢出头就开始啦、啊，就引战啦、啊，妈的干臭婊，在那边他妈露奶什么哇个烧厨房，有什么好了不起的？妈脚还不过就是一个臭婊子，垃圾台女，就开始了，有人就开始开骂，对，开喷。依然有人开始开喷的时候，起了一个风，引战的作用的时候，根本没有那个意思，结果两边的人莫名其妙就打起来，这个都是他妈骑士团惹的祸。我跟你讲，认真很多啊。实况上妹子跟妹子之间的战争，其实他们很多根本没有什么意愿，单纯都是骑士团惹的祸啊。车祸了，所以叶宇有跟我哭诉吗？他干嘛跟我哭诉？三天而已就高、哦。应该没事的，救护车都来了。应该没事的，对啊。我看，应该说。之前因为看台看那么久，其实你如果有稍微注意到，你就可以知道，对，你就可以稍微理解到，其实这个是一件很北蓝的事情，你听懂吗？是一件很北蓝的事情。他们在争抢观众之间，他们在争抢观众的过程当中，常常为什么会人家说哦，可能实况组因为开台的人，对，因为开台的人一句无心的话，然后就可以让两个人引战。就可以让两个人站起来。那事实上他是不是真的有那个意识要去开战？我跟你讲，应该是80%的都不会有。因为没事你干嘛去找人家开战？你去找人家开战又没有那个，又没有什么好处。那一定是有人想抢出头啊。这你如果要用现实做一个比喻。就很像是在学校里面。然后两班，比如说 A 班一班跟二班，一班的班花喜欢三班的班草，然后二班的班花也喜欢三班的班草，可是二班的班花在跟班草是比较常在一起的，结果这个时候一班的这个班花就不爽了，他就觉得说我也喜欢他。他可能就跟他底下的人就抱怨一下说，我觉得那个三班的那个班草好帅哦，有点喜欢他什么之类的，大概有这种无心的话什么之类的可能会透露出来，结果一班的那些骑士团就受不了了，对，就直接去开战了。妈的干，二班你那个配不上，操你妹，出来输你啊，这是属于我们家女神的，什么哇哥有的没的，自己去开战，你听得懂吗？自己去找人家开战，而事实上人家有没有那个意思还真的不好说啊。谁是班草？当然是我本人啊，对吧？那个班草就是我本人啊。以前多少女生为了我争风吃醋啊，在那边说要数你啊，两个人整天在那边约出来说校门口见啊，来呀、啊！敢来啊！所以之前我常常一直在讲啊，之前就常常一直在讲说，那个真的看台归看台、啊，看我们真的看台的时候，不要想太多啊，你听得懂啊？真的不要想太多，那些个女生实况组啊，那些个女生实况组啊，一个一个啊，基本上都不是我们
都不是我们能够拦止，包括我，听得懂吗？都不是我们能够碰得到的，那个距有很大的一段距离啊！不要在那边当傻逼，去那边强出头啊！去那边想说哦，我秀一下，妈的，这一波我的，这一波我来秀，人家在会战，你要想说哦，从旁边切入，这一波我秀，我来了，拿来进场拿一个 pentakill， 妈的，这个妹子就会看上我，不要想太多了，好不好？真不要想太多了，离远一点哈、啊。女人之间的战争就留给他们女人之间去做决，去战就好了。男人插什么手啊？难不成你们以前在学校的时候，妈的，两帮的妹子在打架，两帮妹子在吵架，手下难不成男他们旁边一定都会有一些护花使者，都一定会有一些骑士团、一些工具人？难不成当两帮的两个女生在吵架之后？会是到最后弄成最后是护花使者跟工具人在打架吗？不可能嘛，也一定是放给他们两个人去打嘛，看是要抓脸还是要拉头发，对不对？还是要抓奶？